是真的是往上走的嘞，全部这边 pick up 啊，然后直接冲上去，你知道吗？不然啊，你看那罗里慢刀，啊，是了是了是了。OK， 大家好 ，Heavy 任啊，今天啊做一只 KK， 做么个东西？那么其实我就来到 KK 啦，今天。其实我们来 KK 没有什么目的，就是想要来玩玩走走吧，顺便拍拍夜景。现在我就在这个工厂区啊，我也不懂这个叫什么地方啊，那林蹦林蹦啊 ，big big bong big b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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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g， 然后我就来到这边要拿车，那么车就出一点状况，等一下我们才拿那辆车。那么其实我有看到，就是说，然后我们就上网找了一些地方，到底 KK 有什么玩？原来哦 ，KK 最好玩的哦，是那条路哦，你知道吗？懂什么叫那条路哦？就是我们要从这边要架过去可宁澳，你知道吗？就是从。Kimanis 过去格林澳那段路啊，他们讲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很漂亮啊，所以我今天 也想要去看一下这个地方。然后顺便呢，你看到那个地方之余，我记得还有网上有流传过一样东西，就是哦，他们把那个水壶是放在那个路啊，那个是斜坡这样子，然后啊，放水的时候它会落上山的，你知道吗？哪里？难道这个是以前那个外星人来过这边，然后改变了那边的磁场吗？然后我今天就去验证一下。那么现在我们就等车啦，来灯来插。所以现在开始呢，我就要如果我讲那个人的话呢，我不可以讲阿扎因，不可以，要讲那条林西。然后呢，如果我是讨厌那个人呢，那个是破盖来的呢。那条泰林翁啊，我们是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沙巴人教我的，沙巴人都是教我这些坏坏的东西，他没有教过好的。OK， 那么 OK 了，现在我们就等车，等下来。OK， 好，现在我们吃香油面，这个叫什么？家乡啊，家乡香油面。好，各位，我们现在吃完这一个长勇面呢，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去这个格林澳。从 KK 去格林澳这一段路上呢，就会去到那个非常特别的那座山，就是那个 ND Gravity 的那个地方了，就是你放那个水壶上去，然后它会落上去。那么我们现在就去看那个地方。好 ，OK， 算是一个小小的 road trip 吧。车的问题给我们迎刃而解，全部解决到干干净净。到现在这条路这样子过去呢，它是写一个小时四十八分钟啦。100多 km 罢了，其实不是很远啊。其实讲是100多 km， 然后去马六甲这样啊，就 KL 去马六甲这样。把这边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它是整个都是山路啊，弯匝哎，都是一扎山路啊，也超亮哦，摩都哎，哇，但是你猫色差啊，去猫色差。这一条路呢，就是从 Kimanis 过去格布林这条路呢，是公认啊，他们讲是算是马来西亚 top five 啊，那条路啊。很美啊，活动百个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加着一束束 D-MAX 可以过去。那么现在 on the way。哇，这么大个十字架，在沙巴可以不了，你在 KL 看一下，应该很快就睡在地下了。我们来 highway 走走下啊，会有个独木桥的哦。吓到我一下哎，那个独木桥，够力哦，原来会这样子的哦，突然间，可能是之前大水是怎样把那个冲掉了啊，所以我们做一个 double 罗力。哇，那我们的车就要转去梅诺了。全部这边 pick up 啊，然后直接冲上去，你知道吗？不然啊，你看那罗里慢刀，啊，是了是了是了，哇，还会没落高楼的呀？哇，这边上真的是难的喂。啊，哎呦，我们的车上着有一点点小小的累啊。哇，一路上啊，哇，斜一下，真的斜了这个，哇，不斜了喂。真的，我踩完了，你知道吗？各位，刚刚那个鞋的程度哎，并不是普通的鞋啊，它有一点像什么啊？天后宫啊，它前面那个鞋是不是？但是它很长，那个鞋啊，它只是鞋一下嘛，你看不够力哦。啊，退呀，退呀，去，我们要各买币。哇，这边上来啊，耳朵都会有那个、哦。我是踩完了了，我要去，没有力啊。哇，真的鞋，这个不是普通鞋啊，你看隔壁要地面要割哦。
他可能没有载那么多人啊。各位，我现在已经哇，你看那个taxi 飞着上啊，那 taxi 飞着上，你看 taxi 一路飞着上啊。哇，我踩完了，你知道我真的，我从刚才踩完到现在耶 ，very 的 nice 啊，全部是雾啊 ，cloudy 啊 ，windy 啊。OK， 这边开始，哇，很够力下山了，开始。啊，一直下山了，开始。Mini Estate Sejahtera 啊，它不是马来西亚的，所以叫 Sejahtera 罢了。如果是马来西亚的，你知道叫什么？My Sejahtera。好不好笑？这边真的是要加马力大一点的车。哇，如果这辆车是 Tune 了的，应该很爽啊。尤其是 Auto 车啊，它没有的，它拖压的很少啊，所以你们必须要啊用 Brake。你看下来一下又再上啊喂，哇老喂，哇！你看他这边写多少？13% 啊，那个斜度是13%。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啊，都是很 foggy 的一个地方了啊。我们已经驾进那个云里面了啊。我们把那个车冲上云霄啊。啊，所以我们这边呢，平路的时候就要插这辆车踩了，然后这边翁上去，插进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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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不要停不要停，一直去。哇，一直去！我跟你讲啊，如果这一段拿来骑脚车啊，脚都断了。我跟你讲，下山那个又没有 break， 上山那个又脚又要断啊！各位，现在你可以看到那个风景，根本就是全部都是非常的 foggy。刚才热热，现在突然间啊，这个地方这样子哦，美美。难怪这条公路哦，会是出现在 map 那边的。哇，而且地上就开始很湿了，你看又在上山了喂！我要踩油去哦，还美过云顶呢。哇，各位，这条路真的是极品中的极品啊！踩完了，不去了哦，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斜。上山我跟你讲，等一下下山够了的。那个 break 啊，现在我们开始下一点山了哟。那个车插到啊，累哦，凉凉啊。现在我们开一下窗，就是凉凉啊。但是那车全部上来也够到下山的时候，那个龙威啊，很够了。他们的 break 真的是龙威很够了。哇，你看隔壁，哇！Oh、my God！ 你看那个山尾，你看直直去，哇老喂，一直上一直上哦，还不要停哦。如果给我骑那种高仔 125上来啊，够力哦，我骑不上来哦。哎，杜牙不会动啊，我看了 啊，水滚了咯，你看啊，啊不好踩就水滚的啦。好，各位，刚刚经过一连串的上山了过后呢，现在我们就要下山。但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这一个神奇的这个 anti gravity 的这个地方。他们讲是在 Wikipedia 是讲在11公里处 of 这个格林奥，现在我们在21，刚刚我们过了2km 了。而且我们现在应对的是一连串的这个下山。而且我看到有对一个下山呢、啊，因为我多，我没有去做拖压的动作，所以要一直踩 brake 下，所以真的。对 Rick 真的有一点要求，但是现在我的 visibility 不超过30米啊，你的 visibility 对不超过30米。好，那么现在又是一连串的上山，哇，够力哦！你看看不到哎喂，你们自己看那个，我已经开很快了，我哥，他的雨啊很密啊。好，各位，刚才我们有一点错误的信息，我们那个11里啊，不是11里 ，from 格林奥的11 km 啊，错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德巴勒走，要回去找到那个地方为止。我们这种男孩子就是自强不息，追根到底，再来重复都一样的。这边上了，真的，你 break 真的要很好。啊，你看我这个踩 break 2000、3000转，他自己漏越快。哇，你看我根本没有在踩油，所以真的你需要很好的 break 来。啊，回到来看这个。开车这边，好，各位，上天不负有心人呐、啊，我们终于找到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呢，就是位于什么呢？如果你从格穆尼斯过来格林奥的话呢，你看着那个牌写着格林奥32，然后你再找到这个桶，你再找到这个桶 ，OK， 就是这个地点。然后你会看到旁边很多人丢那个水罐在这里啊 ，OK， 如果你找到这些水罐呢，
然后看到这个铜，然后看32，一是过了那个32的牌了啊。地上有一条线，我给你们 exact location， 因为我上网找呢，他们都没有给我一个正确的一个地点啊。OK， 所以各位，现在我要真正来实验一次啊。这个是一个水壶 ，OK 啊，你看啊，这个是下了来，然后这个是上山的，然后那边才下去，那边是下去，你看到这个车啊 ，OK， 现在它是上着山，看着它车头啊，上着山。这边真的是很冷一下 ，OK， 他的车下了来，他会 OK 下着来，现在是上斜坡 ，OK， 我们一看是上斜 ，OK 啊，很明显这个是走下去的啊，但是我们的水壶怎么办呢？哇，这真的是往上走的嘞，哇，我们终于找到了，我录下去啊。啊！回来了，又回来了哦。OK， 所以各位，我们终于找到这个地点了，是真的有了。而且我也告诉你们在什么地方。OK， 要找到这个地方很简单，讲了一下。总之，如果你们从 Gimanis 过来耿宁澳32号的那个路牌过了，看到这个桶，它后面有一个13。啊，这边有个13，下面有一条线，地上有一条线，很多人丢垃圾，有 McDonald's 啊，有那个水壶嘞。OK， 你就知道了 ，This is the location， OK guys。所以今天非常高兴啦，这样子，我们终于找到这个地方了，而且也找了2个多小时。然后还有现在我们要做一样东西，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上山下山很多次啊，我们的 brake 都没有问题。那么我给你过来看，我不知道它是用什么 brake pad 啦，那么肯定不是原装的，是改过的。你看，还有一点暖暖的、热热的。然后我们的 brake pad， 甚至是已经我玩到它出烟了，因为我多嘛，我没有掉牙，我一直踩 brake， 一直踩 brake， 一直踩 brake。踩到停下来出满烟，你知道吗？好，各位，所以这个旅途我们 feel 到 brake pad 真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也跟朋友问了哈，他是用哪一个 brake pad 呢？他就是用这个来自 NAM 的这个 brake pad 啊，而且它是这个 carbon metallic 的这个 formulation。OK， 它耐的温度啊可以到500度，你知道吗？就而且这种 brake 啊，他们的 brake 粉非常的少，你自己看啊，我们叫了这么久啊 ，brake 粉都很少了，这也是水弄到的肮脏。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他们还有一个隔热片，这个 brake pad 是白色的，这个就是它 brake pad 的样子，然后 NAM 咯，然后这个 performance carbon metallic formulation， 它可以耐到500度的这个温度、哦。因为 normal 我们其实讲真啊 ，stock 的啊，他们只是可以到300、350，差不多这样的温度呢，它就没有效果了，你再踩就没有了。刚才我们踩到出烟了，你知道吗？我看到我们停车的时候有烟走出来啊，我再踩它还是有了。所以各位，你们是时常有走这个山，又或者在沙巴沙拉瓦的朋友，又或者是在 KL 的朋友，你们有上云顶下云顶，这个 brake pad 绝对是值得你的信赖了。而且他们有那些减少碳粉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brake pad， 这个是 4DMAX 3.0 的啦。而且这个东西还有这个消音的这个隔热片，这个隔热片它有什么作用？它叫做 NVH brake sheet 嘛。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 brake 的时候是很热的嘛，它摩擦，那个热度呢会传来这一个后面这个铁片，白色这个铁片啊。慢慢它放了这片东西去阻挡那个东西跑去我们的 brake caliper 的 piston， so that 那个我们的那个 brake 油啊不会这样那么容易热，它就是阻挡这个东西，所以你不会讲踩下到没有 feel 了。它耐热散热，然后也很快，然后这个也是非常少黑粉末的这个 brake pad 啦。像有些德国车厂啊，他们的 brake 真的是粉末很够力啊，你看前面 rim 是黑的，后面是白的啊，银色这样子啦。而且它的产品也是有这个 Serum 的认证啊，值得信赖的。所以大家可能会问，到底这个 NAM 的这个 brake pad 啊是有什么车可以来，日本车啊、韩国车啊、马来西亚这些车 4x4 啊全部都会有。甚至是我走完整个肯定澳山，我一直踩，然后有一些上山地方它就散热了哦，然后我又再踩都没有问题，没有讲那个 brake 过松。所以在一个 brake system 里面呢，唯一到最后啊跟你去帮你做 brake 的这样东西不是那个 caliper， 你再紧的 caliper 你用一个不好的这个 brake pad 都好了，它都是完蛋的。所以大家记得 brake pad 一定要换好的，caliper 原装又或者是 brake 油没有那么好都 OK 一点，因为那个我们的 brake 油是看沸点的嘛。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 brake pad 先换， brake pad 你一换了你立刻 feel 到东西。所以这个550度的，大家如果这个价格要知道的话，其实大概是前面那对啊到200到350块之间啦，所以 OK 啦，我觉得值得信赖，因为我自己 test 了在耿宁澳这边啦、啊、很给啊，真的那个耿宁澳的车不是开玩笑，这一个山真的
My God， 云顶站旁边了。而且啊，现在你看啊，这样滑这样这样式啊，如果你 jam brake 地上，你要大压两下就 jam 了。我们没有大大力踩它，我们只是淹着，就是给它含住啊。其实那个是很热的 ，OK。所以我们都通过了我们的测试 ，very nice。现在我们的这个业配又做完了啦，所以我们要去下一站，就是要去肯定要吃东西。来，我们 let's go。好，各位，我们终于来到 hotel 了。那顺便我们这个 hotel review 好不好？这次我们住的这个 hotel 叫做 Sandor Hotel， 在耕地啊，我这边呢就是 Kuningau 这边呢，蛮多人懂的。不过这边附近就没有华人东西吃，要去外旁外面一点吃。所以你看啦，我们门口进来，这个是我们门口，我们冷气那边 set 哦，全部东西那边啦、啊。我们住的 hotel， 因为这次我们房间没有很多啊。好，我这边带你们去看这个就是 suite， OK， 就是一个客厅两个房，然后这个就是一张厕所啦，可以这样子转开的，这个转开的就你的朋友冲凉的话，你可以去开咯。那么第一个房间就这样子，这个是一个小房啊，那么梳妆台全部有的，那么衣橱这边也是有的，这是一个半圆的，应该是旧 building 的关系。再来一个三立枕头，一个床，这个是 queen size 的床。去另外一个很简单，这边走进来是，我们会发现到冷气呢就开得太小了 low， 我们要给它 high， 这边叫最 low。 然后那个厕所就不要看见，因为我刚大完便很臭。然后衣橱在这边，这个就比较大一点，这个房。那么我们的房间就有电视机，然后房间就有一张电视机，有一张梳妆台，没好好看的电。一张呢就是太重了耶，一张是 king size 床，都矮不矮的朋友一起睡觉呢就。玩一只 wrestling 啊，首先一只厕所咧，同一只咧是另诶，一只是门口一号，个只是门口二号，一只是门口三号，哈哈哈哈哈。就落去咧好靓诶，有一只洗洁咧冲凉，一只是浴缸啊，浴缸又是放伊女朋友鸳鸯洗水哦，是出来会哦，冷水咪热水，热到一只甚至顶顺，迄流鼻血。有一张吹风筒啊，以吹头发一张东西，有龙背的啊，其实龙背好重哦。一张是后台的洗手盆，你可以放你的牙刷啊、牙膏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哦。啊，下边有一张拖箱，可以开来看你头先刷牙的水流起来会哦。诶，好好坐的马桶来，你坐落去哦。你唔好起来哦！啊，桥边呢只 shower 胶，不买一只shampoo 哦，前后边呢只 condition 啊，然后咧，你过来要博嘢啊，冇用 condition 咧 ，UKY 嘅，哎，啊，一只系厕所二号，厕所二号就唔系好睇啊，洗手手，洗手手咯。就你冇一只 bathtub 啊，哦，牙仔，哇，牙下狗啊，见到人了嘛？就你唔得出来个鸳鸯洗水哦，牙仔就得啦，去开一只烧水，开到烧烧，俾你流鼻血。牙仔 exhaust fan 啊，佢要叫吐的 exhaust 声，你够耐哦！你看，一只唔系包壳呢啊。一只系普通的墙油，所以你得难用哦，啊，冇问题，你系你难用哦，你系女朋友难用哦，所以难用吗？好，我的 review 就系难用啊，对不对？我只系爱检验嘅 review， 边呢只 hotel？ 系讲要朋友爱爱 review hotel 咧，讲下电话，冇问题，爱一只系。最 top 的 review 啊，所以接下来的嘛，接下来呢，我全部啊，全部 video 呢，我都爱讲一只黑狗啊，啊，怎么解呢？因为我在一只肯尼亚啊，好多一只黑狗人啊，所以我爱做最真实啊，真实叫嘛，啊，我爱做最精准的 review。比那只沙巴人看，系会冲那只凉啊，双双海去食东西。你看啊，系七点三五十字，系讲在 KL 七点十五分啊，那天啊冇暗黑诶。你睇下 review 啲系好创业诶，啊精准创业，
说哎，是东西会去肿瘤啊。单张哎，再讲一讲，今年哎金感受啊，我也查，起码呢去只格林澳一只 highway 啊，还有哎一只哎风一只水湖啊，翻地心去咧一只体验啊，好靓哎，真的好靓，到我哎讲一分钟。好，各位，现在到了晚上啊，就到我们吃东西的时间。那么其实我们已经走完了我们要走的那个山，也完成了我们要完成的使命，也从身体干干的然后去淋湿到现在都有点累，所以要跟你们讲，这条山路是我走过最好玩的山路。滴滴公云顶都只是小儿科， Kimanis 去这个格林澳真的One of the best。 如果大家想要试车啊，到底你的 brake 是能还是不能的呢？或者是你车动力是能还是不能呢？去这边 test， 立刻有 feel 啊！所以现在我们用了这个 NAM 的这个 brake， 那么效果是非常的棒，500度绝对是够我们用了。因为我特地放低踩下，一直踩，哇，它都不会有那个 fade 的那个效果，真的是我非常吓到的一样东西。如果大家对这个 NAM brake 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联络他们呢。那么他们的 Facebook 那些我都会放在上面。这个山路我希望以后我有机会的话啦，我可以带更多不一样的车过来 testing。 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完成我们沙巴的第一天啦，那么大家请留守更多的 video， 关于我在这个沙巴的四天三夜是如何过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边我们吃东西哈，好好吃，明天还要奋斗哈。 OK， 拜拜。